好，现在我要求哈 A 的人连到 B 的电脑，要看到 B 的人的电脑，所以 B 要跟 A 讲他的 ID 是多少。好，所以现在哈，来，我请你帮我念一下你的那个 ID， 那个 B 要念 ID 给我，来 ，B， 你的 ID 是1475245462462好，那大家打这个，把这个 B 的 ID 打上去之后，然后确认这边叫做远端控制，然后就按连线，然后连线之后，你等到它这底下写正在连线，正在验证，哎，中间又跑出来一个需要密码了。好，再请他把刚才那个第二个的密码来念给我。XX59V7 来，我看一下，按登入。哎，我连到他电脑，你看我连到他电脑会看到这样子。现在我已经连到他的电脑了 ，OK。而且我连到他电脑哈，你可以这里哈，这里有突出一个东西，请各位去按一下这个，这边有一个小小箭头，来看一下，我们可以帮他把它收起来，看可不可以收得起来。按这个箭头，哦，你确认按了之后，它可不可以收起来？有时候多按几下，哎，那个对方不要去动电脑 ，B 不要去动电脑，哎，好，而且连上，哇，那画面怎么那么小啊 ？A 还可以把这个上面这个东西，这个符号，这个按这个，它就变成全萤幕。你看哦，我一按，哇，其实怎么好像，哦，它的解析度比较低。我现在看到的都还是这样子，啊，我放到最全那个全萤幕，它的画面没有大到多少，但至少，啊，现在看到它是它整个的电脑，啊，来，先这样子，请各位 A 连到 B 的电脑，看到 B 的电脑为止，来，请坐一下。